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。今天艾丽来到了洛杉矶的杰克斯超市。听说这个超市有很多只有洛杉矶可以看到的玩具哦。那么现在跟艾丽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艾丽去哪儿？哇，朋友们看到这个了吗？在这上面的气球超级可爱吧？哇，这里有人鱼公主，还有米老鼠啊！朋友们看这个，这里还有好吃的呢。这个是跟艾丽今天穿的衣服差不多呀，白色粉色哦。哇，朋友们，给你们看看这里有多大吧！一、二、三，嘟嘟嘟嘟嘟，走走，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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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哈哇！朋友们，这里呢不仅有玩具，还有超级多的软糖和糖果呢。嘟嘟，朋友们，快看这个！我的包装真的很大，太重了，真的很多呢。朋友们，公主的口哨呢？米奇和迷你的戒指装，是巧克力喷泉机呢，巧克力。艾丽呢，把它带回国以后，用它制作好吃的巧克力水果串给大家看哦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朋友们，哇！哇，这个是哈瑞宝的小熊软糖哦，各种颜色的小熊猫软糖都有呢。哦，有些是国内看不到的颜色呢，这个当然也要带回去的哦。朋友们，这个超大的棉花软糖，这个也要带去哦，真的很大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朋友们，爱心爱心，这个也是棉花软糖呢，棉花软糖上面撒了红色的糖分呢。哇，真的好多新奇的玩具哦。哇，那里有超大的蛋糕，快看那里哦。哇，看到了吗，朋友们？超级大吧？这里呢？啊，这里是卖生日派对的时候用东西的地方了。一，哎哎，在哪了？哎。哈哈哈哈，朋友们快看这个，比艾丽的脸还要大的棒棒糖呢。哦，那么艾丽当然也要把这个带回去了。走走，超级大的棒棒糖呢。还有这边呢是超大彩虹，走走，真的很神奇吧。朋友们，给你们看这里的糖果有多小吧。超级多吧，糖果世界。朋友们，现在艾丽在杰克士超市买了好多糖果，买了这么多呀。朋友们，今天和艾丽一起在洛杉矶杰克士超市里买了玩具和糖果，怎么样，有意思了吗？那么艾丽下次还会去更有意思的地方跟